会想到在那个什么小时候，是这种很古老的那个部落里面，然后就是是坐在那里，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就是在你的感受里面的，你会看到很多族人们是共聚在那样的一种，是在那个场域里面，大家就是聊天啊，或是讲故事，或是什么。那在不同的，就是说经历了不同的那个时代，是我觉得火一直对我而言，只要有这个火生活这件事情，然后那个味道出来，那是瞬间的把那个什么那个感觉是连接起来的。它不需要太大声，很平静，然后那种连接感是很强烈。可能我对火的有那种很深刻的那种记忆，包括即便可能就是说这次在灯会里面的那种作品，然后在那样的一种场域，照来讲是应该是说你对那个空间没有那么熟悉，但是我发现到就是说当他就开始生活之后，就是你让他其实很像就没有那么遥远，你就不管是在哪里，他都你都可以让自己有一种很平静的一种感觉。